世界球后曾雅妮以精湛球技成为全球知名的台湾之光，现在不光是选手，办比赛也能让世界看到台湾。王正松创立的裙摆摇摇高尔夫球队，2014年起连续两届在美国旧金山举办裙摆摇摇 LPGA 精英赛，成为 LPGA 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协会共同认证的头一场赛事，大大提升我国国际能见度，因此获外交部颁赠外交之友贡献奖。应该是第一次呢，外交部把这个奖颁给一个运动单位，一个运动团体，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呢外交部还有林部长呢，能够在这个议题上呢，能够看出一个民间组织所展现的一个能量，也能够让全世界能够看到我们台湾高尔夫球方面所做的努力。那我觉得特别是在过去这几年来的这个成果，我觉得确实是让我们非常的钦佩。上届赛事到场观赛人数已超过50,000人次，今年四月将举办第三届。王正松喊话要突破 LPGA 赛事入场人次80,000的纪录，也期待取得参赛资格的我国业余小将侯宇桑和洪若华提早见识大赛场面，累积经验值。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